因为每礼拜拜是拢会做夜间环保，啊，咱拢会讲将心比心，咱若去做工课的时阵吼，大家拢嘛会比较较喙焦啦，啊，所以我拢会行一股茶，这百香果汁也可以了。百香果汁嘛是有时候都会拿去给环保菩萨。对，有时候都用整锅的。对，请喝那个百香果汁，感恩你们，上人上人足疼恁家环保志工的呢，受伤了哈。你看他们来关怀我啊，他受伤，我去关怀他们。62岁的黄阿青以茶会友，橘子汁、梅子汁、洛神花茶。为什么要写出来？因为我才会知道我上次是煮什么啊，不要再重复了。很重。可以。小心呢。嘿，对哦，你这用心拢啊包掉嘞，谢谢啊，感恩。晚上6点，凤山二甲里社区广场前已经不少环保志工。我是金蕉啦，伊用当礼拜载金蕉来，给阮大家吃。吃金蕉会欢喜啊！啊，给阮吃了会开心。礼拜四会来做夜间环保，请他们如果有环保的回收物，可以拿来二甲里这边。晚上做环保有什么好处？凉凉啦，啊凉凉嘛是凉凉嘛是会热啦，啊等于就安尼沐浴一下就好啊。不同以往，不在环保站内，公园旁反而接引更多人。坐在这里比较好，大家活动啊，像运动一样。起先是没有很多人呐，啊慢慢他们都会看我们说，哎那边是在做什么。就会来看啊，看久了他们就以后就知道。下班这个过来的就不要回家，因为回家都会来不及。大家都做完了，所以赶快就赶过来。小恩呢？跟你做这人啊！来呀感恩啊！我们好运啊！哎，做有心的，来呀，来做，弄再来给咱做环保。啊，我来邀请咱的会员啊嘞。伊这个结婚。他会招呼我们每一位，很棒啊！我是较含慢，啊，可是我是感觉我拢会甲大家当作是我的兄弟姐妹吆喝，会接引十几个委员进来了。月光下伴随凉凉的风，大伙挥汗体贴大地，也紧紧圈着彼此的心。大爱新闻李嘉欣、林道明，高雄报道。